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好了，各位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两台车差别就在于左驾跟右驾。我们看一下我们新版的线上，那车灯就是长这样啊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打开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个引擎打开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真正的86，它是右驾。车灯打开，哦，它的车灯是比较圆的，比较方形，然后是有圆的弧角，然后那个新版的呢是正方，算是长方形，有没有？然后感觉不太一样，外观上面是有点接近，可以看到侧边来看的时候，它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哦。那除了正面轮胎，好，我们先去改一下我们这个正版的福多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正版的福多一样可以改哦。Here for the magic touch。车才加一点点，真的假的？看下保险杠有什么？加了雾灯，哦，赛车哦。If that car was a woman, I'd guess her. 看一下后面还有保险杠呢，刻字化的是把它变大了，转耐撞哦。You got great taste. 底盘吗？底盘是什么？车子它那个。后面啊，防滚架的地方啊，这样看不到，这样子嘞，装了防滚架，
擎变第四格了，排气管呢？水箱护罩也可以改哦。That's a beauty right there。引擎盖用碳纤的，哦，它还有各种款式。Now that's a custom job。还灯呢，你好，车牌。等一下，喷漆哦，它有涂装哦。等一下，哦，这么多啊，还有痛车，所以原厂的长这样子哦。哪里不同？哦，灯的颜色有换。这是哪？这边。它是不是有字没有跑出来啊？还有黑色的，还有动车啊，这么可爱。Toyota 86，咦，那字在哪边啊？字不见了。想要原厂的，它还有尾翼耶，哦，这也太大一个了吧！哦 ，OK， 我看到了，它贴图在左边，它不是两边的，两边一边而已啊。哇，加速全满了，这个车窗再改下去就不像了。哎呦，超帅！哎，地上怎么会有番茄酱？哎，加速变快了，哦，来，比较一下啊，比较一下，先倒车一下。哎呦，开灯了，哇，好棒哦！你看，所以新版的 GTA 车子，它是两边都有涂装啊，然后正版的是只有右边有涂装哦。来，我来看一下。有，这台感觉加速很快哦。各位，我们到了赛车场，为了公平起见呢，我们的尾翼呢装的类似，感觉我们的新车的尾翼比较大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来比赛一下。好了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到180了，这里面才不到100。哎呦！原厂的 A186 到底有多快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180嘞！哎，玻璃破了，糟了，玻璃破了。开出去了，哇，翻车了，有点像哦，有点像。还有没有？这比较像吧？
啦，我觉得这比较像。好了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比较一下啊，各位喜欢真正的 A186 呢，在影片下方按加一；喜欢我们新版的 A186 呢，按加二。哇，这引擎盖是不一样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有啊，我这边有黑色啊，所以它里面不会改黑色，里面是白色的。好了，各位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我们的 A186 正版呢，跟我们的 GTA 线上新版的 A186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OK， 影片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先这样子啊，各位，拜拜。设计的多棒，就一点模仿只会坏了分身。我出点平常，出一点形象，黑的变成粉灯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，记不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住了艺术的清楚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能半个人称自己战神，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狠，准备点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废他玩的真。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换三个粉。